我们各位佛光山纽约道场，还有纽泽西佛光山的国语佛学班的同学们，大家吉祥。这是我们2020年度在人间学院佛学班开课第一讲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讲课方式不是在教室里头而是因应现在大概这两个月吧就是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很难确定说情况如何所以经过我们临时的会商呢，就决定了就从这个 YouTube 用直播的方式来给大家继续上这个佛学班的课程各位就知道其实我们学习佛法真的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我们都不会错过的即便是外境上是有所挑战特别这一次挑战的其实包含我们的设备我们的专业的技术这要感谢纽约道场渥太华佛光山还有满地可佛光山三个道场义工的协助大家很坚持很努力所以才可以在设备还不是那么齐全的情况下就是真的难行能行终于呢可以在YouTube 的频道上跟大家保持这样学佛的佛学班的这个进度那么我们这个今年呢应该讲今年这个上课的方式因为我十几年前在纽约那么时隔了超过十年我不知道我们纽约佛光人学佛的情况如何所以我就用今年的课程安排呢分三阶就是这个三月四月呢安排的课程是以这种叫佛教入门就是初级刚刚接触佛教初开始学习的这个学员呢为这个对象那设计的安排的这个课程呢从今天三月四号那这一周包含下一周那这八堂课叫做佛教入门八堂课前两周的课我来上那今天会上认识三宝及相关的礼仪那下一周呢就是佛教徒的生活礼仪这个范围是不是只有你来寺院注意的事项了生活礼仪是你作为一个佛弟子你基本上有什么要在注意的这是下一周然后之后呢第三周就是由知群法师来讲佛教史话因为今天讲说认识三宝我还是比较是只是一个概念性的强调的还是佛教常识基本礼仪那到知群法师讲佛教史话呢就比较偏重就是从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他的从他诞生一直到他涅槃他的这个注释八十年到佛教弘扬佛法弘扬的这段历史叫佛教史话那因为是针对这个比较初期学佛所以跟我们一般在讲这个印度佛教史这佛教思想史这种在深度上是不一样这个还是比较基本面的一个认识就叫佛教史话那第四周呢是佛教基础名相也可以讲就是常用的佛教的有一些专有名词叫名相那是由我们纽约道场的当家有望法师呢来为各位担任讲说那第五周呢这堂课会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的纽约道场的法务组的辅导法师觉让法师他要来上这堂课叫法音清流各位一听呢有概念的人就知道哎，是不是跟梵呗唱诵有关是啊因为我听到有一些信徒他们说哎呀他们可是摸索了很久原来才知道这个诵经就是我们在诵持经文这维摩师父举枪要怎么接枪要怎么送枪要怎么拉枪这些隔了好久才知道怎么运气就吸气让自己的诵经更可以讲就是更
顺畅的啊、哦，在进行啊、哦。那所以除了是诵经这部分呢、啊，哦，还有基本的佛教的法语啊，这些当然都是以常用的为主啊、哦。那之后呢，第六周呢开始，第六、第七、第八连续三周呢，还是我来上课哦。那么第六周啊讲的是认识寺院丛林啊。既然是佛教入门的这种尝试课程啊，所以对于现代化的寺院呢、啊，应该要有的一些认识啊，或者根据寺院它的规划，它的这个功能啊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认识寺院丛林呢对于大家进入佛门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之后第七周就是佛教问答啊，各位我们还有。那么一个多月的时间哈、哦，各位可以在这个直播的时候啊，您可以提出您的问题啊、哦。那就我所知哈、啊，现在我们这边有人在提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的当家师父几位法师联手一直在回答，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啊、哦。那另外第八周啊，就是佛教入门的最后一堂课呢，叫中门思想啊。各位认识佛光山呢、啊？你就必须要对人间佛教或者说对星云大师那么应该都要有一些认识啊、所以到底星云大师创建了佛光山，创建国际佛光会，将整个佛教国际化、现代化、人间化那么这些基本上应该要认识的概念有哪一些呢？哦，那会在这堂课来讲。当然，我希望每一个阶段不同的课程，其实至少都会安排一至两堂的中门思想。认识佛光山，你才能认识未来的佛教。哦，那么这个是这个佛教入门八堂课的安排。哦，那之后呢还会在佛教入门的八堂课之后呢，就会进入到佛学进阶八堂课。好，那这部分我也要先说明哦，就是我之前在多伦多佛光山啊、哦，那讲佛法概论啊、哦，这个同学跟我讲说，已经好多年没有在听讲啊，这个成佛之道。那有些初学者也觉得希望开讲啊，所以我在前两年在多伦多啊。就讲了成佛之道第一章、第二章跟第三章啊。那之后当然我调派到纽约啊，但是我就答应他们啊，说我会把它放到进阶的课程里头讲第四章啊。那现在的安排呢，就是佛学进阶啊，那八堂课啊，那么就是我要继续讲成佛之道的第四章啊。所以同学们呢，如果你们听了之后啊，你说我直接听啊，多闻熏习，我就跟着上课就是了。但如果你可以的话呢，我建议你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你应该请一本课本，叫做《成佛之道》啊，作者应顺导师啊，然后请你先自己预习啊，或者对某些人讲是温习了啊，复习啊，一到三章你必须先看过。当然你如果不明白的话，你可以提出来问。那另外就是你也可以上YouTube， 或者你上多伦多佛光山的网站，有佛学班的网站，那你去补听课，就是成佛之道一到三章你先听。那你听了一到三章，然后你再来听第四章，你这个基础啊稳扎稳打的，你听的有基础，而且会有信心啊，对整体的佛法有信心哦。那么这个是佛学进阶八堂课啊，会在四月底一直到六月底左右啊。那么其实我们在这个这个视频的画面上都可以把这个时间可以打上来。当然现在因为因应这个用直播啦，用这个录像呢，我想这个中阶的佛学进阶课程，我看了一下我的时间，有可能哈、哦、可以是十堂课啊。过去因为我几个道场啊，常常要飞行啊。所以时间上不一定能够那么完整的哦。那现在既然有这种视频的上课哦，那应该可以做到十堂课哦。我目前是这样想啊。那之后呢，就到下半年度了。下半年度呢，到十月、十一月啊、哦，这两个月呢啊，就会安排经论导读啊、哦，
八堂课啊。从这个佛教入门八堂课、佛学进阶八堂课、经论导读八堂课这样子的安排呢，其实原本我是希望说，因为这是为纽约道场跟 New Jersey 佛光山的这个佛学班开设的课程嘛，啊，那本来是对面对面，我可以看到同学们的那种听讲现场的反应，我可以知道大约哈，哪些人懂，哪些人是初学啊这些。但可惜现在呢，是各位在这个荧幕上看到我，但是我看不到各位啊，不晓得各位的学习状况啊，也只能等啊这一波疫情过了，如果有现场教学的话呢，我再多做一些了解。我总觉得，我们要认认真真的来学习佛法，才不枉费啊我们做佛的弟子啊，是佛弟子，是佛教徒啊。所以不是只是徒有虚名啊说叫佛教徒啊，那希望是当我们说我们的 religion 我们的信仰是佛教，我们对佛教的教主啊是谁，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那他告诉我们的这些教理教义是什么啊。真的一个宗教啊，它三大元素，从教主啊教义到教徒，这三样啊都是齐全，它才可以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宗教啊。那希望我们佛教徒真的对我们的教主以及他所教导的内容都通过学习啊。那现在网络这么发达，这么方便啊，你更加的可以居家都可以学习。那这一次呢，因为这个疫情哦，那我们在很快的时间内啊决定啊就用网络直播来授课哦。那这样子说起来呢，其实我们可以知道有多了一个效果，就是原本报名啊纽约道场的佛学班啊，据我所知了哈，国语佛学班大概在60人左右，那粤语广东话的佛学班大概在将近40人啊。那现在呢用网络直播啊，现在都可以看到哦这个数据上啊。那其实我要讲我们这一次的，各位看到的录像是重录啊，因为第一次正式的直播，我们只是用很简单的一部电脑的设备啊，那有很多的这个 PowerPoint 有一些教材啊不能够放上去啊，也是时间来不及了啊。那这一次在重录啊，那之前其实我们在直播的时候看到好多人现场的这些回响啊，是非常的很欢喜。也提了很多问题，及时发问啊。那在线上的法师及时答复，我觉得非常的好啊。那同时在直播上线来看的哈，几百啊，200多人呢、啊。国语佛学班同步直播上课就200多人，原先报名将近60人，现在是200多人。那如果在以我所看到广东话的佛学班本来报名的同学以纽约来讲啊还不到40人，但是呢放到网络上去我到昨天看呢、已经上千人看过或者是上过粤语佛学班。所以也许因应了这一波的疫情，却把我们弘法的这个范围就把它扩大出去了。尤其我看到就是有个师姐她拍了一张照，她说她的先生也没有什么因缘来听课但是因为在家里她把这个手机就衔接到电视机上头，她先生抱着3岁的小孩在那里看那个画面是很感人的竟然也有了听法的因缘所以这波疫情我很希望我们各位您是佛学班的同学也好，您在网络上看到的朋友们也好其实很多人问我说到底怎么看待这波疫情其实实际上的状态我都不用多说，但是我们总要我只能讲，我就举大师星云大师说的一个譬喻，他说一个时钟，这个中心点定住了然后就不管这个长针就是说时针、分针、秒针长长短短不同的速度怎么跑，跑快跑慢
它就可以正常运作，这是因为这个中心点定是固定的。但如果这个中心点呢，移动啦，或者是松动啦，这些哈，那这个跑的就乱了套了哈。哎，我现在讲的就是说这颗心，其实外境，实际上是这样了。所有的医护人员，政府部门都是请全力哈，比如说我们中国请全国之力啊，在应对着这个疫情啊，这么多人的努力，我们就只是配合。我要讲就是我们就是全力配合，就像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啊，我讲了这么短就不到一天，我们决定就直播，能做到就做，不能做到我们也要补，就像今天现在这个大家看的录像是补上去的，那么总是我们努力为之，那我们能做就配合，然后心不要慌，不要慌，真的你总是想着它就是有一个有一个起伏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能做的是减少自己的进出，比如说我原本的机票我要往返多伦多纽约多少趟但是现在都把它延后了，就暂时就是定在渥太华，正好这里也有工程要进行了那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性要去努力把自己的这些这个进进出出这些应对要降低。那当然我们在佛学班可以用视讯的，可能我想这只是迟早的问题也许我们的共修也会转为是线上要看直播了。我们的共修，我们的精进也更加的这种修道的力量来祈愿来助导，这个是不会中断的那同学们呢就是跟着，你可以上佛光山总本山的网站，你可以上美洲本山西来寺的网站你可以上纽约佛光山、渥太华佛光山、多伦佛，好多我们每一个道场只要他有为这个线上共修或者是这个直播课程等等，他有提供那么你就可以的话你在家里头当然我还是要讲，其实这么一两个月道场其实还是需要大家护持，所以我譬如讲说有一些法会你人没有来但是你想到好像家里头我总要关心一下，要帮一下忙这一方面的协助护持还是需要的，大家量力而为了。这是顺道一提，总是我们要共同努力度过这个难关，那么把心定下来，我们就是配合，那么慢慢的潜伏着等着这一波疫情过去，总有这个春暖花开总有这个疫情过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再自由自在的回来道场一起共修了那这个时候在家里头当是小闭关一样的做更多的功课有些人说闷不住待不住其实平常是好多想看的书想现在又有 LINE 又有 WeChat 又有好多好多的联系方式想要联络的人像我还有好多想要做的事情包含抄经写作录音录影好多可以做那当然各位居家生活真是不容易事业也要经营那这段时间你只能把它说因为整个疫情影响到金融经济民生社会等等希望让它安定下来好，我们现在就要进入正式上课了来看一下我这一堂课呢叫认识三宝及相关礼仪所以我先讲三宝三宝佛法僧三宝为什么称为宝你可能会想我家里头我的宝物可不少你看我钻石我的黄金我的什么珍珠玛瑙这个在保险箱里头有什么什么这个宝呢世间上有我想三宝的宝之所以称为宝是出世间的宝世间所稀有难得出现于世，不是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三宝
能够三宝具足，那真是我们的福报啊！哦，那称为宝，是因为它真的是太珍贵了，它是无价的，它是稀有难得的，不是想当然什么都有哈，不是它本来如此，本来应该如此，其实不是的，这实在是有多少人的努力啊，因为有佛陀啊，悲悯众生呢。不晓得无数次的出现在我们娑婆世界来指导我们引导我们那将法流传下来那所以佛宝呢，佛 Buddha 那佛指的呢，不是只有一个人佛是通称，只要他的这个觉悟的状态已经到达最彻底究竟圆满的觉悟的状态，这个人的状态，我们称他为佛。Buddha 那也可以讲他是发现真理，而且他指出真理，就指导我们要怎么样同他一样修这条佛道的人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人我一直强调他就是人，跟我们一样只是佛是已经这个觉悟的众生那我们人呢、是还是在这个迷雾之间的众生呐、好，那么佛那跟我们娑婆界的众生特别有缘的是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一般我们称佛陀或者世尊，或者称如来有一个很容易有些人，这可能是电视上还是小说里看多了如来佛如来佛这么样说，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称呼因为如来就是佛，佛就是如来，比如我们讲阿弥陀佛，我们也可以讲阿弥陀如来所以佛跟如来是同样的意思那如果我们讲如来佛，那就变成是佛佛就重复了所以正信的佛教徒应该有正确的说法，我们不要人云亦云跟着犯错那所以当你说如来，你就可以不用说佛了就是释迦如来或者释迦牟尼佛只说其中一种就可以那然后法是 Dharma 指的是宇宙的真理，也就是实相，真实的到底怎么样，只有究竟圆满的智慧者，他可以知道真实是如何实相我们有时候常起烦恼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事情这样子为什么我这个好人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很多不明白智慧还不够包含你遇到的人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其实我们也要体谅某一些人做某一些事他也是因为智慧不够他要是够的话呢应该，如果我们够了，我们懂得观因缘也会明白很多事情好，三宝之中的僧宝Sangha 呢，其实我们翻译成僧伽 Sangha 是一个复数名词，不是指单一一个人它指的是一个修行的团体如果在严格讲呢，是依着佛陀制定的戒律而出家修行的这个僧团叫Sangha好，所以我们佛教的代表总纲就是三宝，那要称为正信的佛教徒，真正的佛弟子，也就是说你在任何的这个文件表格上，你看到 religion， 你可以填上佛教徒，你的信仰佛教就是你必须是通过皈依三宝的，不是你嘴上说我都拿香跟着拜了，我应该是佛教徒吧或者是我都有去过寺院我应该算是佛教徒吧。其实这些呢都可以算是佛教的朋友但真正要称为佛教徒，就你的信仰是佛教你必须是有皈依三宝的这个才称为佛教徒好，所以对三宝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那另外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讲刚刚提到释迦牟尼佛那曾经呢，我听到一个问题说，佛光山星云大师建了佛陀纪念馆，
然后发行了一本杂志，杂志呢还是大师亲手写的哦，《乔达摩》啊，很多人就不明白，这是什么呀？这是人吗？他是什么人呢？哦，这样啊，就觉得很疑惑哦。我在这里只是补充说明了，因为正是啊，佛陀的生平，他的一生啊，本末因缘啊，应该由智群法师来跟大家讲啊，佛教史话。那我在这里想说的呢，佛陀哈、是他证悟成佛之后，已经觉悟成佛，我们称他为佛陀。但是他从降诞到这个世间上来，他出生在印度啊，迦毗罗卫国。他是一国的太子啊、那么所以他出生的时候，他的本名啊，名字叫悉达多 ，Siddhartha 啊。那他的姓呢，就是一般我们讲 last name 啊，你的家族的姓啊啊 ，last name 啊，他的 last name 就是 Gautama 乔达摩啊。所以大师只是。还原了佛陀的本性啊，是乔达摩啊。那么所以各位要知道的是，佛陀啊，他在成佛之前，他的本名叫悉达多乔达摩啊，这是他的本名。好，那跟释迦牟尼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关系呢？啊，Shakyamuni 啊 ，Shakya 是他这个族裔啊，是释迦族啊。那释迦族的圣人就称为 Shakyamuni 是圣者、这样子的意思、那当然呢，释迦牟尼佛是 Shakyamuni Buddha、就是释迦族的圣人，觉悟的人、好，这就一般我们称的佛陀、或者世尊、好，那么谈到三宝、在进入相关礼仪之前、我很希望我们呢、佛学班的同学们、我不知道一个人呢、你一生之中你会唱的歌曲有多少首啊？有的人呢很会唱这个民谣小调啊，艺术歌曲啊，有的是爱国歌曲啊，有的是流行歌曲啊，我不知道同学们会唱多少首啊。但是我们在佛学院学习的时候，将近100首的佛教圣歌啊、是要学习的，至少啊、我现在随便这样想一下，能够马上唱得出来的佛教圣歌都要超过50首。那至少啦，各位同学如果跟我讲，哎呀，我们哪有学那么多啊？那最基本的，最为基本的啊、三宝颂。佛光会会歌，佛光山之歌啊，这3首应该是基本的歌曲了吧？哦，那你说我也不一定在佛光山内，我也不一定是佛光会会员呢，好吧？那就剩下1首了，这一首就叫三宝颂哦。现在呢，其实上网啊，各位都可以上网啊、看这个直播课程，当然你懂得上网啊、你去这个 YouTube 只要输入三宝颂啊。当然有的人他会、再更精确一点，星云大师作词、这个吴鞠彻老师 作曲、那当然就一定是、佛光山这首三宝颂。我在这里唱给各位听呢，不是只让各位听、各位要把它学起来、那有的时候佛学会考呢，我们会考歌词、我听有的同学讲，他是心中一边默唱，然后一边把它写下来的歌词、其实这个歌词啊，就是、一首歌曲分有4段，4段式的、在讲三宝、那第一段是三宝是哪三宝、所以歌词呢是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佛法僧，好，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就是那三宝跟我们的关系。好，第二段，您是我们的救主，您是我们的真理，您是我们的导师，您是我们的光明。救主就指佛宝释迦牟尼佛，那真理指的法宝、然后导师、就老师、那就指的是僧伽、僧宝。有了三宝啊，世间才有光明啊，这是第二段。
啊，就是三宝跟我们的关系。第三段呢，是我们跟三宝的关系了。我皈依您，皈依佛；我信仰您，信仰法；我尊敬您啊，我尊敬生前，好，尊敬三宝。好，这是第三段。然后第四段在总结三宝：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我唱一遍啊，各位，在视频上可以跟着唱啊，或者把它学下来。很多佛教的团体啊、寺院呢 其实三宝赞颂三宝的有两首比较普遍的歌，一首呢是这个就是三宝颂，另外一首三宝歌啊。那么三宝歌是由太虚大师作词。弘一大师作曲，这个曲就是说歌词词曲都非常非常的美啊，意境很高啊，但是很长，所以就不容易去记忆它哦。那但大师星云大师做的这个三宝颂呢它就是刚刚我讲过的简明扼要啊，那容易朗朗上口就学起来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唱。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佛法僧，您是我们的救主，您是我们的真理，您是我们的导师，您是我们的光明。我皈依您，我信仰您，我尊敬您，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这就是我们经常在佛教的聚会比如说佛光会开会前唱三宝颂各种的这个集会开始都会唱三宝颂希望同学们呢你可以唱遍全世界所有的世界名曲有多少首都不重要，作为佛弟子啊，这一首三宝颂我们必须能够背下来随时心中都可以礼赞三宝可以作为自己的客颂早期啊，大师刚到台湾看到当时百废待兴的台湾佛教大师就很感慨了，中国佛教这个种子要怎么样在台湾遍地开花当时想到要办教育那有僧伽的教育也有信徒的教育，甚至于当时带动共修包含大师，你看在60、60-70年前大师都想到就是要用圣歌用歌唱来就是也可以作为自己的共修课诵总之这我想在可能在中文思想我讲谈到大师的时候我多谈一些那今天我们就要进入相关礼仪的部分了。相关的礼仪佛法僧三宝我想很多人呢通过这往后就接下来我讲的可能会有一点那么拉拉扎扎的我就是有一个我依照着各位您要来到寺院你准备要出门我就把这个出门前跟来到寺院然后进入殿堂然后拿到经书
见到出家人啊，这就是佛法僧三宝跟就是相关的礼仪会涉虑的范围啊。那我现在想着哦，好，你现在要到准备要来佛光山了，或者你要去任何一个道场了啊，所以您去一定有个目的的。您的目的啊，我当然我要去参加法会啦，啊，我要去听课啦，啊，或者我要去吃斋啊，我要去滴水坊吃一碗面呐，我要去当义工啊，我要去这个上社教课程，学习插花，学习烹饪啊，我要去抄经啊，你可以去寺院做好多好多的事情，好多的学习啊。所以你一定有一个目的。当然也有人说，我也没有你们佛教徒这一些了，我就是心里有些事情，我想去亲近亲近啊，或者常听人家讲佛光山，我就去参观参观啊，哎，哪一种都没有关系。总之你就是要来啊寺院了啊。好，那么出门前哦，你不要就是只想去就来了哈。我想把它分两个阶段啊。你出门前啊，第一个啊，既然你一定有一个什么，为了什么要去啊？那首先第一啊，你注意一下寺院开放的时间啊。寺院开放时间呢，比如说早上是9点，然后开放到6点吗？还是晚上吗？还是10点，然后到5点吗？几点吗？这个每一个道场是不一样的啊，这是时间。啊，包含星期几啊，在以佛光山道场来说了哈，据我所知，我们有比较多的道场把星期一定为放香日啊，那就是不对外开放哦，不管几点到几点，星期一啊，但你要看一下，因为每一个道场不一样啊。那一旦是放香日呢，它并不是说就完全不在了啊，有可能我们在里面是啊，比如说我要整理啊，这个清洁啦啊，还有经过一个星期啊，我有一些啊要去处理的，或者之后的活动我要去准备的啊，总是要有一个完整的一天啊，让义工啊协助法师们呢啊做一些复原的工作或者预备的工作啊，这是星期一，有可能是放香日，大家注意一下啊。所以先确认，除非你是很熟悉的，如果你不熟悉的地方，你要确认寺院开放时间。那第二就是你出门，你总要这个穿戴各方面你会这个打点一下哦。你看你要去跟个朋友喝个下午茶，你都会在衣柜里头找啊找啊找啊，今天穿哪一件衣服啊，拎哪个包包适合啊啊，这一些。甚至于我就常常讲，我很欣赏像基督教他们的教会我看到过不同主义，但只要他是基督教会，当他们要去做礼拜的时候或者是说天主教教堂要去望弥撒的时候，我看到他们那一种庄重虔诚，而且全家的哈全家一起都穿戴得整整齐齐的非常隆重其事啊那么去参加礼拜哦，包含印度教，包含回教当他们要去做他们的礼拜的时候啊，多么神圣啊！我这样讲，我说我好羡慕啊为什么呢？我这样讲，我相信虽然我看不到镜头对面的各位哦，我相信有些人在笑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看到衣着很随便的，甚至于有的呢我不好讲披头散发不至于蓬头垢面不至于但是就是很说好听一点叫很自在吧就很随意的了但起码能不能做到整齐端庄，能不能呢你见个朋友，我说你都要挑衣服配怎么搭配？为什么你来见佛啊？你到寺院来，你要见佛啊！到寺院第一件事情一定是礼佛的，为什么就不用稍微注意一下呢？哎呀，我这样讲起来好像有点发牢骚哈，我也替佛菩萨就有点委屈哦。佛菩萨的净土何等的洁净庄严啊！我们形容佛都讲庄严，讲殿堂都是庄严为什么我们人的
行仪各方面不能庄严呢？都讲学佛嘛，我觉得可能这个概念大家还是要互相提醒一下啦。好，那至少不要穿着太过暴露啊。虽然比如我们在加拿大，我们在美国，是很开放的吧 ，open 吧，他们也有他们的审美观啊。但至少你到寺院来，你要礼拜，你穿得太暴露、太短啊，这些袒胸露背的，你怎么礼拜啊？这个如果像穆斯林、印度不是印度教，回教啊，他们去你得要包一个头巾啊，身上要什么太暴露，他要一块布给你围一下嘞啊。我们没有那样要求啊，但至少要有这个概念，不要太暴露啊。那种短太过暴露，太那短裤短裙那种太短也不适合啊，你也不能礼拜啊。像穿的拖鞋啊，现在啊，有时候在机场我看到有些人穿拖鞋，到美术馆看到穿拖鞋，我都觉得这个年代真是不一样了哈啊。但正式来说是有点失礼了啊，有点不礼貌哈，所以穿着，我想因为这是你要出门前，我要提醒一下啊。还有出门前呢，最可以的话了，你避免吃一些味道很浓、很臭的味道，比如说五辛类的，就是葱啊、蒜啊、这个大蒜、小蒜、葱头啊、青葱什么各种这一些哈。那其实包含榴莲呢、我相信在2500多年前的佛陀时代呢，因为榴莲还没有传入印度哈，它是在马来西亚、在泰国这一带吧。所以没有讲到榴莲，如果那个年代有的话，佛陀应该也会讲要避免了哈。就是这个有人在问五辛是哪五辛哈，其实葱蒜包含韭菜，包含有一个东西叫辛渠啊，辛渠因为是像伊朗啊、新疆、印度这一带的地方才有的食物啊，在我们华人地区是没有啊。但现在这个全球化、地球村的年代啊，这种食物也是各方面都会接触得到啊，所以注意一下。其实大这个原则，因为它这个辛渠呢，虽然我们这个就说中国一带是没有这个食物，但它跟那个蒜长得很像，不过应该讲它是特别臭的，我们要讲特别臭哈，就是还是属于这种味道很臭，跟大蒜比较接近的那种味道哈，就避免啊。那尤其榴莲呢，虽然称为果中之王哦，水果啊，我们在供养啊，要供水果哈，我建议哈，我应该讲强烈的建议哈。就是不要把榴莲带进寺院里来啊，就如同这个不能带上飞机哦，各位要有这个尝试哈，会让很多人不舒服啊。那在一个环境里，我们供佛都是要香的啊，都是让闻到很愉快的花香啊，各种香啊。那榴莲呢，这是因人而异，吃的人不觉得臭，但是你摆在那里呢，空气中散布的是一种像瓦斯一样的那种怪味哈，为了避免一些人的疑虑啊，什么瓦斯外泄啊，怎么样啊？哦，那所以就不建议哈，这个所以出门你既然知道你要到寺院去啊，可以的话你不要吃这些。有时候我们跟人家谈话哈，说着说着，我这是要退避三分呢，就是往后啊，因为它那个味道太重了啊，其实。就着国际礼仪来说，你正式场合啊，你正就是比如开会啦，见重要的客人啦，包含你的主管，你要去谈话啦，啊，这一些，你一定这些不吃不打紧，你还要漱口啊，有的人还要怎么样哈，那更何况你来见佛，你来诵经，念佛这佛号就从你口中出来呀、啊。都是满口的这种熏臭的味道，怎么行呢？哦，所以我想这个概念也要有哈。那第四呢，就是既然要出门了啊，就注意一下，宠物呢在家里头安排好，
不要带到寺院来，寺院是团体的地方啊，我们也很有爱心啊，都是疼爱这些小动物啊，你的这个爱犬啊，爱猫啊，哈啊，我们也觉得很可爱啊。但是呢，集会的时候最好你不要带来啊，不然有些人呢，他我看到过那个很害怕的啊，害怕到我都觉得哇，您会不会很夸张啊？简直要逃之夭夭啊！这个那有的呢是马上要敏感的啊，他呼吸就开始不舒服起来了啊。所以我想照顾大多数人啊，建议大家啊，就是不要带宠物啊到寺院啊，就如同你去博物馆啊，你去这个正式的欣赏音乐剧等等这些地方，公众的地方，你也不会带宠物，你也不会要求说，哎，你们不应该拒绝我带宠物啊，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了啊，是你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啊。好，那么另外有些人说，哎呀，他带着这个购物篮啊，他去 shopping 啊，里头可能有一些荤腥的东西，他就带着啊。其实你放车上比较好啊。有的人讲，哎呀，我顺便哈、啊，其实你到寺院来，寺院是清净的地方啊，这个荤腥酒肉是不入三门的，各位应该要尊重啊，这样好，所以不要带上这些东西哦、啊。那第六啊，这个是顺道题哦、啊，就是说，你既然去寺院啊，如果可以，因为我们在西方国家哦、啊，大部分人开车啊。那你车上呢，你最好播放的是佛乐佛曲啦啊啊，比如说是诵经啊，或者是音乐，都是啊比较啊这种清净的啊，这样啊或者跟着念佛或者啊诵经的哦、啊。那当然顺带就会提到，有的时候呢啊，比如说有些义工啊，大家开车带我们法师去哪里办事啊，那其实法师搭你的车哦、啊，你如果事先知道，稍微整理一下啊、哦。那另外，把这个 radio turn off 就关掉啊、哦。那可以的话，你准备一片啊、哦，这个法音清流的 CD 是最好了，就是都是梵拜的音乐啊、哦，这个或者梵唱啊、哦，这些是最好哦。包含这个真是趁我现在记得，我提一下哦。比如说，我们有义工啊、要去助念啊、哦，你出门去助念啊。最好是车上就直接放阿弥陀佛的圣号啊，就一直就是听着这个佛号的音乐啊。那如果有跟莲友啊这一起在车上，最好减少善心杂话啊，大家就一起听着阿弥陀经，听着阿弥陀佛的圣号，这是最好的啊。这个都是顺道一提，好，这个讲出门前哦，现在只讲到出门前哦。好，那好了，你已经来到寺院了，好，你进来啊，所以尊重这个宁静的地方，不要大声喧哗。我记得啊，好多年前啊，我在佛光山总本山，那时候我还是佛学院学生，所以这一讲都30多年前啊，过新年哦，来了好多人，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呢，那个早期啊，各位知道啊，我们现在有一个 USB 啊，就可以听音乐了啊，再早一点呢，什么 iPod。啊，再早一点呢，就要有一个，叫什么？总之就带着可以听音乐的啊，再早一点呢，叫台，就几乎是扛一个，好像一个收音机啊，一个录音机播放的哦、啊，这样一台哦，提着啊，耳机带着啊，这样啊，那有的不戴耳机了，他就提着就播放出来的啊，那个时候了，我刚好。忙完了，因为我帮忙写这个一些名字哦，完了我在那里扫地啊，我就听到这些声音，我走过去啊，那开得很大声，我叫他也听不到哈、啊。各位想象哦，佛光山的总本山是多么清净的一个地方啊，哎，突然就这个世俗的可以讲我们听好像噪音一样的哦，啊，就这样传开来啊，我就过去跟他讲说，你先关掉。哎，他看，一个出家人来制止他了，好，他关掉，好之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音乐，应该算是好听吧，啊，那，我说，但是，现在请你听听另外一个声音，更好听哦。他听一听，他就说没有啊，
没有声音啊，我就跟他说，没有声音就是最好听的声音啊，他就知道我要跟他说什么了。我跟他说，你在家里头，每天都听你喜欢的音乐，难得你今天上的山来啊，到佛光山来，你可以欣赏另外一种，非常好听的声音，叫做无声之声啊，静一下，这样啊，谢谢你啊，就像这样子啊，我只是说到寺院里头来，不但不喧哗啊，心静下来，这是很难得的啊。那另外呢，就是你在寺院里头，有一些寺院道场，它就单一的一栋建筑物，有的呢，比较有户外的啊，园林啊、庭院啊这一些啊。你不管在室内还是庭院等等，既然在寺院的范围内啊，这个刚刚讲荤腥酒肉不入三门，包含不要抽烟啊，这个也是一个尊重啊，不抽烟不喝酒啊。我曾经听人家讲什么煮炒菜啊，要撒一点酒啊，比较叶子要绿又要香什么的啊，不用了啊。这个怎么讲？我们讲的说口中吃的清和味啊，就是说其实素菜有素菜的自然的味道啊，不需要靠这些，所以这些你不用送过来啊。那当然不吸烟啊，包含我在这里要拜托一下哈，因为呢，我就以多伦多佛光山这个环境来说哈，停车场很大啊，可以停几百部车啊，有的时候了，我就还有那么一点空档，我就要绕着寺院外围啊，当然有做功课啊，绕几圈跑香嘛啊，几圈之后呢，我就开始。捡一个袋子开始捡好多的烟蒂哦，那是怎么回事呢？当然不是我们的信徒在那里抽烟，是要来接信徒回家的家人，可能先生啊，可能儿子啊，小孩等等哈，那在外头等的时候啊，就要抽烟，然后烟蒂就这么丢了啊。这个呢，我也不晓得有没有机会看到我们在这里讲话哦。但可以的话就帮个忙啊，那个烟蒂不要随手那么样丢啊，在寺院的周旁还好我们都来得及捡啊，不然这些它也是很杂乱呐、啊、哦，所以爱护保护这个净土了啊，那另外谈呢就是说来到寺院里头，寺院呢是修道的地方，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是供奉佛菩萨的地方。清净的啊，道场啊，那所以它不是商场啊。我所知道有一些这个对佛教啊比较友好的人，他也觉得哎，我可以去这个道场啊，这个道场人很多哦，我可以顺便在这里做生意啊，推销我的产品啊啊，这些其实不好。如果你因为发心来学佛，然后认识了很多朋友啊，有时候你们在外面啊，这个去逛街、去喝咖啡、聊天啊，你们去谈啊这些啊，大家工作上啊有什么样啊去交流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在寺院里头啊，你是把它设定为你要来把它当商场啊，来这里推销的啊，有这个企图的。我建议你就不要了吧、为什么呢、可能有一件事情有些人 不是那么深思、就是说我假设说、哎、你真的有几个对象、哎、你谈上话，你递名片，你、要他们买你的东西、你也这样做，他也那样做，一次两次，各位想想看，这些来寺院本来、来求得一份清净、来学佛来听法的人，为了避免啊，真是不堪其扰了啊！这个也要买一点，那个买一点，哎呀，真是麻烦，以后不去了啊！各位想啊，你间接的就断了啊，这一些人本来啊可以来这个精进佛道的啊这条路，就因为这样就断了啊！这个是还是有些因果的哦。
那所以为大家好哦，我很明白的讲哦，道场不是商场哦，你可以来广结善缘，只要你广结善缘，自然有你的因缘哦。但是就不要在寺院里头做这个买卖啊、推销啊，弄得这个其实也是很多信徒跟我讲啊，就是某些时候要我提醒一下，避免这些行为啊，不然他们很为难啊，以后不敢来哦。这个都是有一些原因我才这样说的啊。所以当然，既然到寺院里来，最好这些啊都是行前要去注意的啊。那另外呢，就是进入殿堂啊，因为我刚讲你进寺院就是要进先礼佛嘛哈。那一般这个殿堂的门呢，或者是单一一个门，或者有三扇门哦，三门哦，那这两种都是蛮普遍的啊。那如果是三扇门哦，因为我们华人的礼仪呢，避就我尊重啊，所以我避开，我不走正中央这个门，我走两旁的门啊。那你要更学多一点，仔细一点呢，当你是从右边的门进入，你跨过去那个门槛那一条线，没有那个坎了，但是就大概那个位置，像我们现在有这个习惯，我是右边，靠右边我就会右脚跨过去，我如果是左边我就会左脚跨过去。那这个原则上在用到单一一扇门也是一样的，单一一扇门我就不走正中央进出的，我会靠边。那靠边的时候呢，靠右边我就跨右脚，靠左边我就跨左脚啊，是这样子啊。那这个是在进门进殿堂的门啊。当然进到殿堂里头，殿堂一般当然是比较宽敞的地方哦，不奔跑也不躺卧哈。我这样说啊，同学们可能会想，这个当然呢，这个还用讲？真的要讲哦，因为还是有看到啊。看到什么呢？大人不会跑，但是你带的小朋友他会跑啊，所以最好呢带小朋友来，这给他培养这个菩提幼苗啊，熏习这很好。但是要告诉小朋友啊，要有懂礼貌啊，要见到佛菩萨啊，要怎么合掌，怎么拜啦，告诉他，教他啊，不要奔跑，不要叫，不要玩闹啊，这样啊。就是在小朋友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啊，比如说见到法师，小朋友见到法师，你不要摁着他的头，硬压着他拜拜拜叫师父啊，这个我看到这样我都很担心啊，这个小朋友啊，可能他对我们出家人可能会很印象不好啊，因为这是不是他习惯的动作。他是被硬压着头啊，压下去啊，这样顶礼这样拜哦，以后他都不来了，或者甚至于就这个要逃避了哦，反而不好，不如真的是让他慢慢熏习啊。那只要告诉他基本的礼貌，不要奔跑啊，还有见到比如灵骨啊、大清啊这些，你不要去敲打啊，这些法器，包含有些道场它在外头有这个大钟大鼓，有的还挂得高一点还好，有的比较低一点呢，这个法器是龙天耳目啊，你不要去敲去撞啊，也不要去拍打这些啊。好，这些都是应当要注意的啊。好，现在讲到说这个进到寺院里头要先礼佛啊，一般礼佛呢从合掌开始，那合掌呢又称为合十啊，所以从侧面上来看哦，这个合掌哦，各位应该可以看到，就是合十，十指并拢啊。当然，有些人的手指头呢，比较翘一点，大拇指稍微翘一点啊，自然的也还好。但你不要开呀 啊，有的人是就是好像我称它叫懈怠掌，就是合下来就是垂下来的啊，就随便这样靠着而已啊，你都没有真的就是这个心中啊，说成于中，行于外啊，你心中有这份恭敬、尊重，很自然，你流露出来就是这样啊。而且，我们这堂课是对初学者这种基础的入门的课程哦。我觉得，如果各位你真是刚刚初学啊，那你就学好一点吧啊。那老人家哦，骨头比较硬啊，有的时候真是就合不来啊。那就不勉强。那如果年轻人，通常我会要求的啊。有时候我们在佛学院呢教学生的时候，那个学生合掌这样合掌啊，然后呢大拇指的地方跟食指我们会夹一张
小纸条，夹着，好，然后呢走过去，我们要抽起来看看，要夹到抽不起来哦，还能夹住那张小纸条哦，这样，那合掌，然后问讯，顶礼三拜啊，这样。那我现在呢，因为这个，我在这里我就不多做动作，我请我们，渥太华佛光山的当家师父知印法师呢，来为我们做示范啊，从合掌啊，合掌当胸啊，所以合掌的时候也不要太高啊。我看到有的人，像这个泰国南传佛教了，南传佛教啊，他们的这个礼拜呀，要怎么样大礼拜啊，这样啊，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中国佛教，是汉传佛教，所以是合掌当胸啊，所以合掌不是对着额头，也不是对着嘴巴下巴啊，合掌当胸啊，就是如同现在看到的，好，问讯，好，弯腰，好，手结手印上来。到眉前啊，眉毛这个高度啊，各位看哈，它就是平的，像我们戴眼镜或者怎么样，就是一两寸的地方有点距离啊。现在看到啊，平的，这个我这样强调就是说，你不用点下去，也头也不要，脖子也不要弯下去，都不用这样子啊。学佛的人哈，真的三千威仪啊，就是行仪很端正的啊，所以在眉前啊，这是齐眉礼啊。等一下我们再讲这个上香也是齐眉啊，所以都跟汉传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都有关系的啊。好，从刚刚讲的合掌啊，然后问讯啊上来，到恢复合掌当胸啊，再做一次问讯的动作啊，问讯，好，结印，好，上来，然后恢复合掌当胸啊，然后要顶礼三拜了。好，那顶礼三拜呢，又叫做五体投地啊，是最为正式隆重的啊一种礼拜啊。我们在佛菩萨面前啊，那虔诚的这个匍匐在地，叫五体投地呢，就是额头、两个手肘还有膝盖啊，这个脚是整个跪拜到地上去的啊。当然现在有一个拜殿，大家比较可以看得清楚。好，那然后呢，这个在就是在顶礼又叫做接主礼啊，所以待会儿各位会看到一个动作啊，就是拜下去之后呢啊，拜的时候呢，右手先着地，那身体当然是弯下去膝盖，然后左手再一步，然后右手再往前半步，然后呢这个手呢就要翻掌，这叫接主，也就是说用我的双手承接佛陀您的双足，叫接足啊，接着佛的足啊，就观想着佛在我面前啊，所以这个手呢是稍稍有一点这个八写了一个八这样啊，那么佛陀站下，我们站下来外八，所以我这是内八啊，好，拜下来，然后再收啊，然后收右手将身体撑起来。我这是口述的了，这个接主礼到五体投地，那么现在再请智印法师示范，好，顶礼三拜，好，右手左手半步，好，接主翻，然后收，好，右手支撑站起来，好，第二拜，拜的时候呢这个脚掌不要翻过去啊，就还是这样原来的位置，好，就是不移动啊，这样站起来。如果你是穿着海青啊礼佛衣呢，就不至于踩到啊。好，第三拜，好，右手左手再一步，好，接足翻掌，好，收，好，右手，好，起，然后再问讯，结印，好，到眉前，好，恢复合掌，好，谢谢。等一下再请智印法师示范这个执香啊。好，这个是到进入殿堂内哈，那你要顶礼三拜哈。当然，有的人要上香，上香哈，一般呢，我们讲新香一半，一炷香就代表了所有了。
哦。那如果你在家里头，你说，哎，我家里头我习惯上三炷香哦，那这个上香呢，你习惯右手也可以，左手也都可以，习惯就好啊。如果你想哈，一炷香，当然你要插中央，插正啊。有的人插香啊，好像射箭一样啊，斜斜的哦，这不庄严啊，正的啊。那直香呢，也是平的啊。那我们现在请智印法师再示范啊，各位看啊，他也是这个直香也是胸前的高度啊，然后食指中指夹住，用大拇指顶着啊，哎，然后这个香是平的哦，一般哈，我们看到比如我们小时候我们也不懂了，逢庙跟着大人便拜啊哈，那拿起香来呢是直的，以前哦。就拿直的哦，口中也喃喃有词啊，求啊，拜呀、啊，晃啊晃啊，这样哦，哎，晃的人心都乱了哈、哦，哎，但佛教是很庄严稳重的，所以直香当胸是平的哈、哦。那么到要上香的时候呢，就齐眉一举，好，然后再回复，然后再向前移动，然后再插香啊，插香的时候香就是要插正啊、哦，那。一炷香你就插正中央啊，如果是三炷香啊，你习惯右手的人，三炷香的插法哈，中间一炷香，第二炷香你右手嘛，第三炷香因为就在你左手，所以就插左手，这个手都不用这样弯来弯去啊，就顺手的啊。如果你习惯左手呢，左手第一炷香，左手第二炷香，那第三炷香因为在你的右手，顺手就插上去。那三支香呢，就是正的啊，不要像那个演歌仔戏的啊，戏曲的啊，他插香我看呢、插一柱，另外两柱呢，就像冲天炮这样斜出去的啊，其实那个一看就知道不是真正有学习过佛教的啊，佛教三柱香是正的啊，这样好，谢谢智印法师，阿弥陀佛，好，这个还是有待啊，我希望有一天。这个要学习的人回到道场的时候啊，请法师们帮你再看看啊、这个行仪啊、这个标不标准啊？我希望各位在学的时候啊，真的当成说我要学得很正确，我要学得很标准，然后我可以教别人啊。我希望这佛教的庄严的行仪，通过各位正确的、认真的学习，也可以把它传扬出去啊。当然，在佛殿内，我们要讲一下，你可以这个供养啊，供养什么东西呢？当然以前哈，早期了，比如说会有一些佛教徒，他习惯就是啊、哦，我要供养寺院啊，米啊，油啊，这些都蛮多的哈。但现在哈，我实在讲一句话哈，我们真是吃千家饭的，大家你一包米，他一包米，结果呢，今天法会有200人呐、啊，我们要开这个几袋米来煮啊，那个米的和在一起哈、哦，有的熟了，有的没熟，有的吸水多，有的吸水少，啊，所以就寺院这边我听点做主啊，烹饪他们呢、啊、煮饭的义工啊说，哎呀。这个米都和在一起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其实不如你就去供斋好了意思就是折合现金啦，你让我来添油香我来供斋，然后让寺院道场的负责人他们去采办统一的这个他们容易这个可以掌控的好啊，这个水多少啊，量多少啊，让他们去准备就好，哎，就你也不用那么辛苦啊，一包包一桶桶啊，这样扛着啊，不用那么辛苦啊。那么，所以我想这个还是有关供养方面呢、啊。哦，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一些比较传统佛教徒，他说这个是我的长辈。我的爷爷奶奶我的父母传承下来我一定要这样做，那也没关系了随喜随喜，你也高兴就好但是如果你可以想到说，哎，对了，交给我来供养，有份供养金，然后让寺院道场他们需要的时候去采办都可以，你可以接受，那也很好
好，所以我们现在讲回来，一般比如您看到在供桌上哦，寺院里头的供养啊，刚刚讲了上香啊，香也是供养，香啊花啊花也是供养啊，灯啊蜡烛啊啊佛灯啊，讲到这个佛灯哈，供养灯啊，尤其一年的开始啊啊，很多人都知道啊，要去点光明灯啊啊，为自己祈求光明顺利啊。那灯供养有供养的功德啊、哦，但我曾经啊，听到有一位师姐哈、哦，她就很多人都会找我的灯在哪里了哈、哦。那么我只是想说，其实你太小看你的功德了。你供养的灯不是那一个小灯泡那一盏灯啊，其实你供养的是整个殿堂的光明，整个道场的光明啊，回向是整个人间的光明啊。好，你心中供养的是光明，不是一个灯泡，所以你不用去看我的名字写在哪一个灯泡下面啊，你不用去对号入座这样哈。哎，你只要想的是光明，你想这么多人他能见佛，他能见法啊，都是因为你的供养。这个功德真是不可限量、哦、那所以香花灯啊，土就供水了啊，果就供果啊。那一般寺院会供四样水果，叫四果啊。那其实这个四果呢，是四季当令的水果就可以了啊。所以你家里头呢，你也不用苦恼说，哎呀啊，我们家才两个人呐、啊。啊，每一次都要买四样水果啊，都吃不完啊，放了坏了啊，不用担心啊，你就随家里头需要，你先供佛就好啊，不一定四种啊，那也不费神啊，也可以一盘几种啊，都可以啊，只要是供养就可以了啊。那另外啊，这个我讲食供养好了，香花灯土果茶啊，这个提神的茶啊，食啊供菜。刚刚讲米啊，这些都是食物的供养啊，宝啊，有的人用这个很珍贵的啊，有的做成念珠，有的玉，有的这些就是用这个珍宝来供佛都可以哈啊，有的我看用那个很啊，真的我们看得很庄严，那个水晶啊，水晶莲花啊在供佛啊，这也是庄严你的佛堂嘛哦。啊也是供养，哎，好宝供养，然后经书供养啊，然后衣供养啊，衣供养像在印度啊，我们去朝圣啊，都这佛像我们袈裟供养。那现在来讲呢，这衣供养你也可以说啊，你的经书啊，诵经的地方有经架有经盖，那个经盖也是衣供养啊，那个经盒或者是经袋，那些都是衣供养啊。都包含在内，所以这些都叫做供养。那这个跟佛相关的，我大概就想了一下，大约有这些是我观察我们的信徒啊来啊会相关的。那法相关的法，刚刚讲就是这个宇宙的真理啊，真理不因为是什么宗教的名义，在哪一个国家哪个民族真理会改变，其实不是的。真理就是真实的，如实的实相啊。好，当然经过经典结集啊，在佛教里头整理下来啊，就有三藏十二部。三藏当然经律论三藏啊，经过几次的结集，十二部又称十二分教，就是佛陀说法，它的依据它的内容啊方式啊这些就有十二种类别了。像有的是像我们在诵阿弥陀经，这个叫长行，你像诵普门品，除了长行它还有重诵，就是有寄语的部分啊。比如说讲说的方式，有时候佛陀讲起自己的本身因缘呢啊，有时候用譬喻啊有时候用论说啦啊，这些种种不同的题材叫十二部啊，叫三藏十二部，十二部经、十二部教、十二分教都可以。那么跟结集成经典过去有的石刻，有的木刻现在写在纸上抄经像用印刷那么经典之美真的我看到日本人很重视，把我们中国的这个茶道、花道、书道、香道都是从中国带入
日本，但他们把它发扬光大，不但保存哦，那个经典之美哇，那个抄写啊，有的纸张有些有这个构图啊，有些用金泥啊，有的种种哈、啊，所以这个经典之美了，我只能这样子说啊，不是只有义理而已，我们的一份恭敬心可以让它更美啊。那么所以讲起这个经典哈、啊、相关的礼仪。我就从各位参加法会来说，一个你进到大殿内，好，你看到经书，可能是这个你进来的时候放在入口处你自己请，那有的是直接帮你放在你的拜殿上，好，所以你记得是把经书请起来，你才坐下来，好，千万不要从经书上面跨过去啊。像过去我如果这个法会过后啊，我要讲话啊，我说各位菩萨，大家阿弥陀佛，各位请先坐下来啊，我就要讲话了啊，哎，但是我后来发现哈啊，有一些初学者呢，或者是参加随堂超荐，可能真的是无心之过了哈，哎，我一说请坐，哦，他就跨过去拜殿就坐下来啊，哇，看得我啊，不是心惊胆跳而已啊，啊，这个哎，这是制止都来不及哈，因为佛经啊。都有佛菩萨的圣号，都有智慧的真理在里头，我们是多么的尊重法宝，所以是不敢这样子的啊。所以一样啊，当我说各位请坐啊，这个时候你一样将经书请起来啊。那一般呢说请经书啊，请啊，这个经书的持经的方式啊，各位看啊，食指大拇指啊在上啊，然后后面呢三指在下，就这么拖着的啊，后三指在下。啊，平均托，如果是小本的经书，我们会在这个中间以下啊、哦，下一点哈、哦。如果是比较长的经书啊，平衡这个重量会往中间一点啊。但总之你拿得稳比较重要了哈、哦。那当然经书啊，如果是这种折叠式的哦，你拿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我看有些人那不好会掉啊、哦，哎。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掉，你就把它捧得好好的嘛，哈，哎，那有一些是像现代的书籍装订本的那样子啊，都有哈。那原则上是这样持经啊。好，那另外就注意到经书哈，是这么样的尊贵哈，所以不要把它当成扇子啊。我看有的人，这也是好像很无心的就。不小心很热了，就拿起来扇一扇吗？啊，有的时候在户外啊，把经书当雨伞、阳伞呢、啊，遮阳呢、啊，啊这些，其实如果你真的很恭敬，你应该不会这样子做。更加哦，你不会说，哎呀，我手上拿很多东西，把它夹在腋下这样哦，当然也不会了。哦，有的这个穿长裤哦，就这个小本经书或者佛像就往。后面的口袋啊放啊，坐的时候压着，这都不太好啊。那心中有恭敬啊，我这么我觉得是接近唠叨的，就这么把它提出来，实在是日常生活中我看到的这样哦。那再讲一下，就是如果你比如说你这个包包啊，一个手提袋啊，你要放的话，不要跟其他的什么梳子啊、口红杂物啊杂在一起啊，经书。它真的是需要保护的，所以砸在一起有时候就破损了，哦，弄脏了，啊，最好有一个，你没有缝一个布的袋子，你就用个信封袋装起来都可以的，哦，就保护它就可以，哦，那放在这个手提袋的最外一层，啊，如果你是平放在桌上，比如说啊，你有这个社会学的书，有哪一位作家的名著啊，怎么这些。佛经一定是放最上面的，放的时候也要放正，哦，就是不是随便，一扔或者夹杂在哪里底下，哦，那这就有失恭敬，哦，好，那么另外经书当然 不要随便涂写，哦，你看到的时候都是很干净的，哦，好，那另外谈谈注印，这个注印经书当然这个功德，殊胜，哦，但你也得印的是正信的这个大乘经典，然后因为我会这样提，就是说
小时候吧，现在大概不至于吧。啊，但我小时候确实有的时候看在菜市场呢，火车站有一些人印了一些善书，然后因为印得很，应该怎么形容啊？很随便吗？还怎么？啊，有的歪歪斜斜，有的怎么样？就人家拿到了，哦，看哦，没什么，就丢了，往地上丢，任人践踏啊！我常常以前从地上去捡这些，就觉得。但是文字都不可以这样子，更何况如果是佛经你印的只是你说交给印刷厂去印，你也不问是什么版本，随随便便给人去践踏，那功德在哪里？这个恐怕大家要想一想，所以铸印经书还是要很慎重。当然现在佛法的流传，印刷经书是一种，像现在录制、录影、录音、CD 这些光盘啊这些，你去赞助这一些叫注录也好啊，赞助这种弘法，其实都是等同印经功德啊。好，这个是有关法宝的部分啊。总的一句话，其实真正恭敬三宝啊，对于法宝的恭敬，最好的就是如理思维，依教奉行啊，就是。我依着经典叙述的法宝，然后我要去实践它，这是真正的最上供养啊。那后面呢，我们讲一下跟僧宝有关啊。僧伽啊，什么老师是善知识，你要亲近善知识嘛啊。僧伽啊，所以我想再有更细节的，我会留在下一周啊。这个就一个佛教徒的生活礼仪，衣食住行，行住坐卧，在细讲。但最基本的见面呢，你要怎么样称呼啊？那有什么样的动作啊？动作呢？就是刚刚讲的合掌啊，不是握手哦，也不是 hug 啊，哎，这个是合掌。其实，在这段疫情啊。传播的时候，我常常听到说，哎，不要，先不要和不要握手啦，什么这些哈，说抱拳啊，抱拳，常用中国人啊打工作揖啊抱拳，那佛教讲合掌啊，这个还是比较卫生的哦，哎，好合掌啊，或者我们佛光人还会莲花指啊 say hello 啊，那至于说称呼啊，称法师、师父，这是最一般的。法师是正式的场合啊，已经非常恭敬了哦。我有时候遇到有一些这个佛教徒啊，可能不熟悉佛光山，所以见到我们呢，就会称大师啊，就叫我了，叫大师了啊，叫我们其他法师全部都是大师，都很尊重啊。其实啊，佛光山只有一位大师，那就是我们的师父星云大师啊，那。因为要称大师啊，必须对是受到佛教界的推崇，对于佛教啊有巨大的贡献影响啊，才堪称大师啊，不是一般的出家人就可以称大师的。但你称一般出家人称法师称师父已经很好了哦。那么当然你要如果你可以知道他的法名的话呢，不然这么多法师站在一起，你怎么知道 你要称呼哪一位、哦、你知道名字啊？比如我叫永固、永固法师、哦、我曾经遇到有些就我说我叫永固、对方就啊永固你好、其实呢我说这样子的时候你要加上啊永固法师你好、那比如说我要问问题了，说我想请教或者请您开示啊请示啊这样子哎。就不是说哎，我问你啊，这样的不是那么不客气。那如果你想知道他的法名，你不知道他怎么称呼了，法师，请问您的上下啊，就是我不敢直呼您的名号。那您的名号上面那个字跟下面那个字叫上下啊。如果对方呢听到你说法师，请问您的上下啊，他就知道你学佛学得很好啊。那这个。如果你说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啊，这样哦，这个就很不客气了，这个叫失礼啊。甚至有人问我你贵姓啊啊，我记得那个有一次啊，那个年轻人问我您贵姓啊啊，我就说我贵姓氏啊，
各位听有没有怪怪的？我贵姓氏啊？哪有人说自己的贵啊？哦，但我不能讲婢啊，因为我是跟释迦牟尼佛同姓啊，不是我。全世界的出家人，汉传佛教释迦人都姓释迦牟尼佛的释啊，所以你问出家人就不用问贵姓啦啊。只要问师父您的上下怎么称呼，法师请问您的上下啊，这都是非常得体的这个问候哈。那至于其他的互动的这个部分呢，我想我会因为今天时间有点超过了啊，我把它留在这个生活礼仪里头的行住坐卧的行的部分再多琢磨哈。那现在我们要做这个简单的课诵哈，如果您的时间不够的话哈，你或者到这里就下课啊，其实到这里就可以下课了，因为已经一个半钟头了哈。那或者您可以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做晚课回向。那么程序呢，就是三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然后《般若心经》之后接《普贤谨重记》，然后三皈依。那今天呢，我们要攻读星云大师为我们写的睡前祈愿文，然后回向。好，各位请先合掌。
及所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为新型肺炎疫情向观世音菩萨祈愿文。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这次发生的新型肺炎疫情，有许多人受到委屈、苦难和惊吓，祈求您的慈悲加倍，让我们具备勇气与智慧，面对疫情能够处变不惊，面对疾病能够冷静宽心。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有些地方封城了，有的活动暂停了，现在我们更需要发挥您救苦救难的精神，互助关怀，避免惊慌失措，彼此鼓励，增加信心无畏。暂时的隔离我们可以当作闭关自我反省，一时的不便我们可以静心正念自我潜修。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此时此刻我们更需要团结一心，相信政府部门会尽快解除危机，感谢医护人员正努力医治病患，
世界上无论再怎么困难，只要以慈悲智慧面对，人人行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大家重视环保护身，必能转危为安。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此时此刻我们虔诚称念您的名号，南无观世音菩萨。我们要学习您的慈悲与智慧，转化外在的烦恼境界。我们要远离颠倒妄想，观人自在。我们要远离分别臆测，观境自在。我们要远离执着缠缚，观世自在。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祈求您让生病的人尽快痊愈，恢复健康，不幸往生者蒙佛接引，安心归去，让社会净化，远离疫情，让普罗大众平安吉祥。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请求您接受我至诚的祈愿。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请求您接受我至诚的祈愿。慈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感谢佛光山纽约道场，因为发起佛学班，给我们在佛学上也有精进学习的机会。那这是第一堂课，往后呢，每个星期三晚上呢都会在YouTube 的线上直播，过后呢也都可以继续再观看多闻熏习，同时各位可以将这些视频可以转发给你的同参道友或者跟家里头人一起看大家一起来学习在这里真的希望大家多加精进，祝福大家，阿弥陀佛。